嘉宾是来自孟加拉国的舒伯塔·库莫，他是南京艺术学院平面设计专业的在读硕士，南京艺术学院设计社社长，同时他也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获得者。Our first guest is Subrata Kumer from Bangladesh. He's a master student of graphic design 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NUA Design Club. He's also the recipient of a CSC scholarship. Welcome. 掌声欢迎。南京以前有一个人叫阿里，那他家有五口人，他的父母、他的孩子还有他的老婆。那么他一天发现他的父母每天吃饭睡觉不做什么，就是他们浪费他的食物和钱。然后呢，他觉得他不需要他的父母。一天他带过来了那个框 basket， 然后他把他的父母带过去那个山里 in hills。 那天他的孩子他发现这件事，然后他回来之后，他的孩子问他爸爸，我的爷爷奶奶呢，他们去哪？然后他说哎，你的爷爷那个奶奶他们不会跟我们一起去，因为他们每天浪费我的食物。然后他说啊，爸爸我懂了，你可以呢你给我那个筐子吗？ Can you give me this basket？ 他说为什么你用筐子你是干嘛？然后他说哎，我会保存那个筐子， I preserve that basket。 他吃惊地问那个孩子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以前你们和妈妈会老，然后我会用那个筐子，我也会把你们带过去别的地方，我也会跟你们不会一起去。这个故事就是我从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。然后我们感觉虽然我们的爸爸妈妈老了，但是我们需要跟他们一起，这个也是我们责任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